来到澳门的这些天啊，澳门人那种扑面而来的自信和骄傲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。可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澳门回归之后我们又迎来了新千年，迈进了朝气蓬勃的龙年，这么多的喜事能不让人高兴吗？随着龙年钟声的敲响，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龙腾虎跃的新纪元，让我们展开胸怀去拥抱新时代，让我们把所有真挚的爱都刻写在2000年。
整个城市